暂停。慢慢停，慢慢停，慢慢停。哎，你是没看见他停很慢吗？来一位。慢慢停。慢慢停。哎，要那个拜面，是处理头灯吗？没有，换蓝一位。哦。哦，就直接拉开就好了。帮我扶一下这个。帮我拉另外一边把手。蓝一位，要拉伸吗？蓝一位上要。好，换蓝一位。背心，安全帽。单位比较高啊，不行，看你支持哪个单全帽了。黑球，背心就好了。背心，外套要穿吗？外套直接给你就好了。快快，服饰公司上车，快快快！没有太多时间。今天最后一天练车，我觉得是下周出发前的最后一天。礼拜二、礼拜三不是要去那个？好的，一个是公园，一个是去那个瑞萨，瑞萨一个是那个。瑞萨礼拜三的。上午是左右。啊？公园。好，去吗？是，哎，不要超过三，不要超过四十哦。哦，好。我觉得你二三十就可以。不要急加速，二三十就骑其他习惯就好。换个角度。这个台大国际会议中心呢，是公园的。我这样，你刚才，他一般上最大，有一排灯没亮。因为刹车灯一直在亮。